Hello，各位朋友们，久等了。OK，来两个指定动作。<coughs> OK，录音录头了之后就 <coughs> Go Go Go，来三二一，十一月二十三号，一一二三，星期一，你好，我是为你解读头条的蓝志峰，停了一个星期多，今天重新跟大家见面。 也让久等的朋友们感谢你们了，让朋友久等了。那么过去两个星期啊，都在忙着财政预算案和相关的政治新闻议题，包括三角狮巴杜沙比颁布紧急状态、终止补选的课题。 所谓的紧急状态呢，其实就是没有补选的状态。三角石的人民啊，他们的生活依旧不变，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戒严，没有军队入驻，也没有军事管理，商店如常营业，政府大楼依旧如常办公。所有的 CMCO 就是有条件行管令，它所里面所列下来的东西都如常执行，唯一。 不同的呢，就是没有补选状态，所以呢，我将这个紧急状态诠释为没有补选状态。如果如果不是上个星期三，就是十八号，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答应跟同意首相穆尤丁再次提成的这个紧急状态的建议的话，那么今天十一月二十三号就是三角十八度沙币补选的提名日了。 上个星期啊，发生许多都需要跟进的大新闻，而这些新闻呢，都有它的话题性，以及它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就是它影响面是很广的。那、啊、比如财政预算案会否被通过，从公积金局第一和第二户头提款的事宜，就是从原本的 i l e s t u d y 变成 IC 呢？还有其他重大的新闻，比如说 APEC 峰会呀、啊。 吉隆坡市政厅 （DBKL） 禁止杂货店、便利店和中药店卖烈酒的课题，这些新闻呢都占据了大部分的新闻版面，不管是纸媒、电台或者是电视台。而今天呢是行动管制令的第二百五十一天，今天的马来报跟英文报的标题都很不同。 大家的关注点都有别，没有一个共同点，除了一则新闻。而这一则新闻呢，是登上呃相当大部分的这个报章的封面图，是图而已而、哦、不是封面头条。因为这些报章的老总们呢，都选择罕见的一架小型的飞机在古来的南北大道路上紧急降落的这个图片。那么，除了这则紧急降落飞机紧急降落在 大道之外，那么其他他们的封面头条呢，其实都很不同。所以今天的关键词呢，我就选择华人社会跟马来社会跟一部分马来社会都关注的禁售烈酒的这一个课题。而且，掌管宗教事务部的一党”的首相署副部长是副部长、啊，不是部长啊。 这名副部长说：“就他就说诶，政府可以考虑把这个原本是 DBKL 的这一些杂货店、便利店，还有中药店禁售烈酒的这个措施扩大到其他州属。那么今天的关键词就是禁售烈酒适合在大马推行吗？是一个问号。那么这里哦，必须要强调跟区分的就是。” 啤酒和烈酒的分别，那么我有留意到一些马来报章跟一些马来媒体跟他们的马来网民呢，是直接把烈酒跟这个啤酒跟这个 beer 挂钩，就是那种一棍打死所有的酒类饮品，其实并不是这种情况。d b k a l 禁止就是明年十月开始呢，禁止这些杂货店、中药店跟便利店卖的呢是烈酒。 并不是啤酒，但是有一些啊、呃，有一些马来的意见领袖啊，或者是有一些呃宗教意识比较强烈的这些呃领袖啊，或者是网红啊，他们就认为说，哦，这一个呢应该扩大到所有的这个酒类饮品。那么其实是烈酒跟啤酒在这个 DBQ 的课题上呢，但是这一个烈酒呢似乎被放大到。 其他所有含有酒类酒精的这个饮品，其实这种无限扩大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则新闻呢，除了在啊、呃，除了成为《新阿哈林》的这个封面头条之外呢，那么其实《中文报》刚才我提到，《中文报》也相当关注。比如说啊，给大家看,看，今天是中国报，中国报才的，在它的这个新闻当中呢，有半版专门报道这个。 禁售烈酒所引起的一些后续的影响层面，各个党团人士都在关注。是这个这份是《中国报》的，还有呢就是《南洋商报》。OK，《南洋商报》虽然它是一则商业的报章，但是它也非常关注这个新闻。啊，这一则呢是它有半版的这个版面来呈现关于禁售烈酒的课题。 还有呢，就是新、哎《新洲日报》。哎，《新洲日报》给予的这个报道的篇幅更大，就是整版。OK，好，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哦，整版的新闻。OK，那么他就强调说各界的反应不一，看到吗？OK，好。那么呃，在进入今天的头条之前呢，先跟网民们打一打招呼啊。OK，看看大家的这个在线上的朋友。OK。 刘大哥你好，OK，刘大哥你好。那么再看一看朋友们 <coughs>，OK，Min、okay, Sam，OK，Min Sam，, okay, mean Sam 还有 OK，我看啊，Sim s h o Yong，哎，Sim s h o Yong，OK，声音可以，谢谢。e t a n l o n g e t a n Long，OK，、okay、哎，这些都是熟悉的朋友，还有 Shu Ya Dan，OK，Shu、okay、Ya Dan，OK，Sim、okay、s h o Yong，下午好。 那么再看看，OK，苏千志，OK，下午好，周一愉快，OK，杨秀柱，下午好，罗梦 o k 好的，那么还看看，OK，陈西外浪，OK，下午好，OK，那么跟网民们打打了招呼之后呢，OK。 哇，这里 Ken c o n Ken c o n 你有基于留言哦，太过敏感了，这里不方便念哦。要知道 Ken c o n 想些讲些什么东西，就在他那边找这个他的这个留言吧。OK，这个留言呢，其实带有一点偏见，所以我就不念了哈、哦。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些偏见、这些刻板印象 s t e r e o t h a t 慢慢的给它消除掉。确实是有一些民众会有这一。 对各个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这个啊、呃、偏见或者是刻板印象 stereotype，但是这一些呢，我们必须要把它淡化，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不想要给别人 label 成，啊，你蓝志峰你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其实我不是这个样子的啊，OK，那么这一种的标签，这一种的这一个。 啊、呃，把把别人定型为、定格为某一个形态、某一个态度、某一个某一个类别的话，其实是不好的。OK，好，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西纳哈链》。《西纳哈链》的头版呢，就是我所选择的关键词。他 <c oughs> 说：“说公哈兰本加兰阿拉的各代润金十八尼卡支持杂货店和便利店禁售酒类饮品。” 那么，当吉隆坡市政厅 DBKL 决定从明年十月起禁止杂货店、便利店和中药店出售烈酒的时候，根据西纳哈烈的这个报道呢，他所访问的对象都认为说，嗯，他们支持 DBKL 的这个做法，认为应该把它扩散扩大到全国各地。那么，西纳哈利烈的报道呢，与中文报的角度有很大的差别，这也反映出。 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族群，当他们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因为各自的宗教背景、生活接触层面，还有各个不同的这个文化、宗教，还有观点，会出现不同的看法和立场。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关键词是跟禁售烈酒有关。我们来看一看马来报章的这个报道，再看一看中文报的这个报道。中文报的这个角度，我们平时相信大家都接触到不少。但是马来报的这个关注点，他们从什么角度来切入？他们是从宗教的角角度来切入呢，还是从行政的角度，还是从抹布，从这一个呃醉酒的角度来切入呢？ 他的这个封面报道，他就访问了两个州属的行政议员啊，是两个州，而且这两个州呢都是由伊斯兰党执政的州属。第一呢就是吉打，第二呢就是吉兰丹。那么当他访问这两个州属，吉兰丹跟吉打由一党执政的这个州属，访问他们的行政议员的时候，相信大家都能够知道。当你还没有阅读这则新闻的时候，你就大概能够了解到说，哎。 这些一党的行政议员、一党执政的这些州属，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看法会是什么个样子？那么，新阿还让他引述吉打州掌管中教、教育和人力资源事务部的行政议员 Nasmi Ahmad 的谈话，他是支持 DBKL 的，这不出奇，因为吉打是一党执政的州属。同时， 西纳哈人他也访问了另外一名同样来自伊朗执政的州属，就是执政了二十啊、呃、三十年了，从一九九零年到现在，吉兰丹的这个行政议员。这名行政议员呢，他是负责地方政府房屋和卫生事务。他的名字呢是 i z 尼 a n i Hussein。那么 i z 尼 a n i Hussein 他也认同 DBKL 的做法。不过呢，如果你是访问来自冰城雪兰儿 或者是森美兰的行政员，可能你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呢。因为这三个州属呢是由西蒙来执政，OK？那么西蒙执政的州属跟一党执政的州属，这些行政议员或者是这些政府的立场看法呢，会出现很大的落差。但是啊、呃，西南海量这一篇报道呢，并没有其他州属行政议员的观点跟看法，它只注重在这两个州属一党执政的吉达跟吉兰丹。 那么同时呢，他也有访问雪兰莪哦，但是不是雪兰莪州的行政院，并不是访问雪兰莪州政府，而是访问雪兰莪州的反对党领袖。而这名反对党领袖呢，是来自乌统的，他的名字叫 Rizam、um、Ismail，他的立场不用说你也知道的，就是跟 DBKL 的立场是一样的，是支持禁酒令的。因为目前的这个禁酒令呢，是来自。 联邦直辖区，而联邦直辖区的部长安诺穆萨呢？他就是乌统的国会议员。安诺穆萨本身，他也是国政的总秘书。而这个呢，就是西纳哈列他今天所突出的这一个焦点。 那么这些支持的原因，支持禁酒的这个原因啊，其实来来去去，相信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说哦、啊，通过这些禁酒令啊，来遏制不良的文化，或者是这些酒精对社会所带来的伤害冲击，酗酒然后醉酒所带来的这个伤害。 那么其实，如果是要要应付这些东西的话呢，应该采取其他的方式，而不是这么强硬的直接乱棍就把它给打死掉。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的牙齿会不小心咬破我们的舌头，比如说，呃，你连续几天不够睡，或者是你虚火伤身的话，你不小心咬破你的这个舌头然后流血，那么你总不能够因为你的牙齿咬破你的这个舌头而把所有的牙齿拔掉吧，对不对？虽然。 牙齿咬破你的这个舌头，你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的牙齿这样不听话？难道你就因为你的牙齿不听话，把所有的牙齿拔掉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人闯红灯。这一个交通灯的设计是用来管理、用来控制、这个指挥这个交通。那么如果有人违反， 交通规则违反这个红绿灯，它闯红灯的话，难道你把所有的这个红绿灯都拔掉吗？因为有人呃违规闯红灯，就把这个交通灯拔掉吗？不可能吧，对不对？要解决的是那个问题的根源，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就一棍把它给打死掉。OK，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一个诶，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则刺文哦，是哪好亮 o k 它的这个刺文呢是这个。 OK，这个，这个呢，它是引述马来消费者协会，他就说，阿瓦 a c t i v i t y s a l u d o daging l e m b u d a m b a r a h a l a l 这个呢，相信呃华人社会不太会关注的，但是马来社会就非常关注，就是偷运那一些没有清真认证的牛肉，就是没有 chop h a l a 的这些走私的这个牛肉，所以呢，这个马来消费者。 理事会的这一个，他的这个主席呢，就提出这一个社会的现象。还有另外一则呢，就是这一个啦。这张图很小，等下给大家看更大张的这个图。这个呢，就是 p a s a w a r Ringan Mandara Chamas、um、di Laboraya di k u l a i 小型飞机紧急降落在古来的高速大道。OK，是两一则封面，然后两则的次文。OK，那么我们来看 Brida、ah、Harian 哦，Brida、ah、Harian 他关注的是跟疫情有关的，他就说说 case bukan COVID sembilan belas, rujuk clinic swasta, 就建议把那些非冠病的这些病例呢转由私人诊所来治疗。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建议呢？提出这项看法的是大马医药协会 （MMA）。 他们就认为说，非冠病的这些病患者，比如说患有糖尿病啊、肾病啊、高血压、轻微疼痛和相关的这些后续治疗的这些病人、病患者呢，应该转到私人诊所或者医院。 让政府医院能够更加专注，把时间、精力跟精神放在对抗疫情，就是治疗这些新冠病毒的这些病人。那么，其他这些轻型的啊疾病呢，就把它全部 refer，把它全部转给私人诊所。那么，至于这一些民众去私人诊所看病的这些费用啊，比如说咨询费呀、啊、医药费呀、啊，就全部由政府来买单。 那么这个做法呢，能够减低政府医院的这个压力，因为政府医院现在要处理、要治疗这些新冠病毒的病人，同时也要应付日常的这些病人，比如说你轻微的伤风、咳嗽、糖尿病、生病、高血压等等。那么如果普通的病到政府， 诊所，那么新冠病毒的病也到政府诊所的话，政府的诊所呢就不胜负荷了，所以 MMA 就提出他们的意见。那么他们的这个封面图呢是配合他们的这个头条哈，就是这个啦。但是更大张的呢是这一个啊，这个这个是 b e s a w a t m e n d a r a d e laboraya plus di percaya alami m a s a l a engine。 就是引擎问题导致飞机小型飞机在南北大道紧急降落。那么它这里还有另外一则新闻呢，是这个，OK，这一则新闻，这一则新闻讲的呢就是苏丹 Johor l a n j a Project System Transit Rapid RTS Johor Baru Woodlands OK b e m b i n a a n b e r m u d a Awal 2021。 柔星捷运系统 （RTS） 的计划将在二零二一年年头开始啊！这一个东西呢，其实对很多新山往返新山跟新加坡两地工作的这一个马劳们呢，他们是非常期待的。OK，他们认为说，诶，这个东西应该要更早的去进行。这个就是 b r i d a h a l a n a u t、okay, u s a n o k u t u s a n 乌都散，usan, 这一则，乌都散他们今天的封面呢是他们的独家报道。他就说 l a m b a k a r o h i n g y lima kapal di laut Andaman tunggu peluang cerobo Malaysia，罗兴亚人涌入马来西亚。那么他就说，根据他的这个报道有五艘的在安达曼海域的船只准备非法进入大马海域。 而这些船只呢，是载有大批的罗兴亚人，他们是逃离出缅甸，他们如今在安达曼海域呢，正在等待时机来非法进入、非法闯入大马的这个海域，希望能够在大马的海域靠岸之后，能够进入大马。目前呢，这五艘的船呢，都在泰国南部的这个海域。根据这篇报道哦。 每一艘船上呢，差不多有两百五十到三百五十名罗兴亚人。那么，其实头崩怒海的罗兴亚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很多次。那么，这些试图闯入大马海域，或者是已经闯入大马海域被赶走的这一些船只呢，经常都发生。那么，马来西亚的政府也因为把这一些非法闯入大马海域的罗兴亚难民的这船只，把他们送走之后。 呢，就引起了一些人道组织的这些抨击说，说哇，为什么你你大马政府啊，为什么你没有尽人道主义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不过呢，我觉得说从国家整体利益来看呢，政府的这个做法是值值得我们支持的。OK，好，那么它的这个封面图呢，就是这个轻型飞机在古来的这个南北大道紧急降落了，然后当局出动消防员跟警方的这个协助哦。 那么还有另外一则次文呢，是讲这个在前几天受到很大关注的，就是 Angola Renda Immigration Mewada 是巴丹嘎吉，就是移民局低收入的这些员工啊，就是很普通的这些移民局普通的这些员工呢，他们的工资跟他们的生活的 lifestyle，他们的生活的那种奢华的模式、奢华的方式是不匹配的，是不对称的。 一名啊、呃，这个什么移民局的他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员工，普通的官员，他们的收入月入大概是千四到两千块，但是他们有本事，有这个本领去买 r o 劳 Roy 一百四十万的 r o s s Roy h a n t o m 的这个车款，可能如果你没有关注车的话呢，你都不懂 r o rolls Roy 的 h a n t o m 的这个车款一百四十万，还有其他，比如说奥迪。 二十多万的这一个汽车，那么这些低收入的官员，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钱买百万令吉，买几十万的这个车呢？就是有暗地里有撸帮咯 o、okay, k 就有一些非法的收入，通过贪腐、通过滥用职权所获得的不义之财了。 OK，所以这个呢是我都上有强调的，但不是它的这个封面头条，是封面次文。它头条呢是给了这些罗兴亚难民，试图闯进大马海域的罗兴亚难民。OK，The、okay. Star，The Star，它 Star, 今天的标题呢，它的封面题的呢是 Life in the Slow Lane，生活在慢的轨道上。 如今，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是居家办公 （work from home）。那么，这个 work from home 呢，就导致原本很多车的这些停车场呢，就变成空寥寥了。那么，车主们呢，也因为平时很少开车，也推迟他们。 定期的汽车维修计划就是 car maintenance 了。那么同时呢，一些汽车厂啊、停车场，还有这些汽车维修的技工们，这些 technician 呢？ 他们的工作也受到影响，因为没有把车拿去维修，因为你平时很少开车嘛，所以你原本每三个月要维修的，现在变成可能每六个月才来维修一次。所以停车场呢，跟这些机啊，跟这些汽车维修工人，他们的生意呢就大受影响。那么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一种新常态，这也是停车场跟汽车维修领域。 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停车场的车少了，但是汽车废置厂的汽车则多了，因为来不及处理啊。所以，他今天的这个封面图呢，是这些废弃汽车厂并排的汽车，而这些汽车当中，很多、哦、这些汽车当中呢，相信很多呢准备要进行摊车了，就是把它摊掉，然后拿可以用的零件出来。 那么 star，它还有另外一个封面次文，就是这个 RTS 啦，The Rapid Transit System Link Project finally begins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waiting。等待超过十年啊，是超过十年的柔性捷运 RTS，如今终于动工了啊！这一则新闻呢，跟这一个事情呢，是我自己很期待的。那么我对它的这个期待呢，更高于。 冇啊，这个龙兴高铁就是 H S R High Speed Rail。那么这个 R T S 跟 H S R 呢，虽然都是去新加坡，但是 R T S 呢是从新山去新加坡，然后这个 H S R 龙兴高铁呢是从吉隆坡去新加坡。 那么或许我曾经在新山念书的原因，当时呢，新加坡离开新山是非常靠近的。周末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会去新加坡逛逛。那么当周末的时候，新柔长堤的这个 C I Q，它的这个关卡很多人。那么有些时候呢，就甚至过了关卡之后呢，就甚至走路越过长堤去新加坡。 那么如今有了 R T S 之后呢，一切将变得非常方便。从阿从这个啊、呃、C I Q 那边一过了关卡之后呢，就坐 R T S 就能够马上进入新加坡，就进入了这个 Woodlands。所以期待这个 R T S 它建成之后呢，除了能够方便每一天往返马新两地的这一个马劳门之外呢，也能够让要去新加坡。 啊，可能你不常去新加坡的这些朋友们有一个更方便或者是更便宜的这个选择。OK，好，那么 New System NST，NST 它把它的焦点呢放在社会新闻。High Water Mark，水位逐渐增高，这是一则社会新闻。 目前啊，来到十一月尾了，十一月二十三号，年尾的时候呢，就是雨季，很多地方开始好雨成灾。那么，面对新冠病毒疫情之余呢，还要努力防止因水灾而出现的这些灾难感染群哦，它叫做呃 disaster cluster，OK。Dis Cl okay? 那么，目前呢，当局正在努力防止疫情在水灾期间扩散。 昨天呢、啊，雪兰呢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六百零三宗确诊病例，所以卫生部现在有点担心说，说现在如果是疫情再碰上水灾的话呢，情况可能会失控，所以当局呢就现在就做好各种能够进行的防护措施。OK，这个是 NSD 的，然后它的封面图呢是这个消拯人员 bomba，还有这个民防局就是加。 巴丹布达哈南阿万的这个官员呢，正在进行啊、呃、这一些抢救啊、救援跟疏散的工作。OK，那么最后一则是《财经日报》The Malaysian Reserve，他讲的呢是香烟被抽税。OK，他讲 Review cigarette tax as tourism and retail will suffer more。 调整香烟税，因为零售和旅游业呢将受更大打击。那么，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呢，政府有规定。 之前呢，你在免税店免税的岛屿，比如说兰高域啊，你是不需你买香烟的话呢，你是不需要给税的。但是在新的财政预算案建议下呢，这些免税岛屿的香烟呢，也要被征税。所以业内的人士就表示说，政府应该重新审视这些所有免税岛屿像香烟跟烟草产品征税的做法，因为。 这一个增税的动作呢，将会进一步损害旅游业还有零售业的他们的这个业绩，原本都已经是苦不堪言了的。那么如果现在再加上这个烟草税的话呢，那么对他们的销量会有很大的这个打击。 那么它今天的这个封面图呢，就是配合这个香烟征税的这个图啦，就是一名员工在这个出售香烟的这个地方去调整、去排列他们所卖的香烟啦。OK，好。那么我再看一下网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意见和留言。OK，好。闷窗哦，闷 n s o r r y h 春超，下午好。 OK，来，OK，哎，Min Sam，City Plus 同事们太想念，太想你们了，大家加油，你们是最棒的，谢谢你，我们会继续努力加油的。OK，来，我看看我这边的这个网民们吗？OK，Ken、okay, h o n n k e n h o n n 刚才没有念到你的这个呃有一点敏感的这个留言哦，那么你接下来也有很多的这个留言是说。 还是想听听本周是财案通过的最新走向。OK，这个词典。然后，经营烈酒生意的全是华人，实行禁酒令刺痛了这班人。安达曼海域靠近啊，弗洛教育岛。对，没错，就是之前也有发生过那些载着啊载着这个罗西亚人的船只靠近弗洛教育跟这个啊吉打的海域，那么尝试登岸。 OK，小官可以买百万大车，大官的康头可以买什么呢？哇哦，OK，o k 年底大雨内，呃，大雨都是如此，一百年都没有办法解决和这个减轻。还有 Alice like Lin，OK，、okay, 给一个 t up o、okay. k 以为以为没有，以为没有点了这个 i r i n Gun LC，以为没有点了，有有有有点有点啊。 点头条呢是拜一和拜五，OK。那么如果我没有其他其他的这个东西的话呢，我就会点啦、啊，点头条啦。那么如果还有其他任务在身的话，或者是其他工作的话呢，就没有办法点。但是点新闻呢是准时，每一天五点半都会在收音机，那么之后呢七点半呢就会在 YouTube 频道。 OK，OK，Can Can c n 讲说 <coughs>，想要听听本周是才案通过的最新走向。那么根据上这个台，才案会不会通过呢？它一直在变。不过我最终从刚开始到现在呢，我都觉得说才案应该会通过，但是它是低空飞过，刚刚好飞过的。虽然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看到很多的这些国盟内部的政党在耍手段呐、啊，在讲我们讲通俗一点的话就是玩野啦。比如说今天的这个《东方日报》，它就有提到说，它的封面呢，就是说乌统内部出现两股不同的声音。第一股呢，是以他啊，以这个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农姆少为首的，他呢就，他的他跟他的这个派系呢，就一百八先支持丁丁政府的财政预算，也丁丁也支持丁丁。 所以以安诺·穆萨为首的这些议员呢，是支持裁案、支持丁丁政府的。但是呢，还有乌统内还有另外派呢，就两位主席所组成的这个派系呢，他们是有条件，甚至是反对或者是不认同裁案部分内容的，就是现任的主席在哈密地还有前任主席。 Najib Razak，OK、okay。那么现在呢，就有两股的势力在竞争。那么有一些呢，就说，虽然啊、呃、，Najib 跟 Zahid h a m d i 呢，现在是不支持，看起来好像不支持，但是到最终投票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支持的，因为国家元首已经一声令下，说要支持丁丁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因为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优先。 所以呢，来到星期四的话呢，啊，将会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决了。那么，如果表决不通过的话呢，对穆尤丁来说，对丁丁政府来说，他有两个选择：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呢，就是宣布解散国会，然后举行大选。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呢，政府之前已经也已经有试用过的，就是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的时候，这一个做法呢，就是在。 财政预算案就是整份预算案被否决的时候，政府其实还可以再提成另外一份应急，或者我们讲的迷你版的这个预算案，而这个预算案呢，就只是针对让公务员、让这些啊、呃、百万公务员在一月的时候能够有粮出。 同时呢，也在一月的时候呢，所有涉及疫情的拨款呢，都能够如期的拨出。就是这一份迷你版的应急的财政预算呢，只是用来应付公务员的储粮，还有新冠病毒对抗疫情所需要的这个拨款。而这一招呢，是在一九九九年的时候曾经使用过，就是二十一年前的时候，当时的财政部长是达因，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很特别的。 在那一个时候呢，呃，大印是在十一月，应该是十一月的时候，他就提成了财政预算。但是提成不久之后呢，国会还来不及辩论，更不用讲表决。马哈迪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就宣布解散国会，马上就进入选举。那么草案还没有通过，怎么办呢？记者就问，呃，马哈迪就问老马，老马讲，哎，不用担心啦，如果我们当选的话呢，就会有草案哦。 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并不是 exactly 每一个 wording 都是这样啦。但是后来，呃，大选之后呢，国政依然重新执政，但是来不及提成完整的这个预算，所以就有了一份应急的这个预算案，应急版的这个预算案。所以一九九九年曾经使用过，那是马来西亚独立至今第一次使用这个联邦宪法之下其中一个来处理、来应对这种特殊情况的这个条文。 那么关于这个条文的这个里面的一一些细节呢，上个星期的主编点新闻有提到了，这里只是重复。如果要知道的话，可以找回去上个应该是上个星期四还是星期五的主编点新闻吧。你去我的这个 Facebook 的专业，你就可以看到了。我 Facebook 的专业是 l a m g Chee Fung Pitch。 L U M C H I H F E N G page 是 P A G，你就可以看到我已经有呃比较详细的去解释，通过文字的这个方式来解释这个特殊的这个条文，可以用来应付如果钉钉政府的预算被否决的话，它会出现的第三种情况。之前呢，很多的这个讨论呢，都聚焦在第一跟第二种情况，就是直至或者是解散国会大选。 除了这两个情况之外，还有第三个选择。OK，希望有解答到。I can't 你的这个问题。OK，好，那么我看今天的这个主编点新闻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我要去吃饭。